回头抓这一个，咬他一口，是不是这个扑，然后再跳咬，拉回来了 ，A 一下减速了。Triple kill， 吃烤鸭，你不会有大吧？没大还这么跳？警车集合，拿个暴君。我们打暴君还是很快的呀。可以打。啊啊！你这死太快了吧，兄弟！不是，我还没过来呢。小走位拨一下，二技能减速，一拨，哎呦，舒服了。好，走了，继续打野。因为我出了个吸血刀，所以我这个应该是回得起来的。我想把这个蓝让了，但我们这个打野还哦不，我们这个法师他不知道我是会让的那一种，因为很少有这个打野去让东西，我是愿意让的。我有些英雄不让，但有些英雄是可以让的，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英雄。那阿珂，有些人会问阿珂到底让不让？阿珂看感觉，如果你装备特别稳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让。阿珂缺那个减 CD， 阿珂有那个减 CD 可以秀的飞起，好吧？好，这边有点小浪，我先把这个惩戒留一下，我觉得这一波可以打了。好，虎形态过去先惩戒按一下，跳咬咬一口，再见。再往这边走，现在没有红 buff 有点烦，没有红 buff 稍微等一下，咱们去拿个红，还是要打入侵啊。然后去往他们野区走，啊，上路又死了，这个人头都在我手上，我死一次基本上就炸了。我要跟他站在一起，跟他分摊伤害，好吧？你这波一定要跟他站一起，你不跟他站一起，他直接一个大招就死了。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能卖他的，你卖他就没了。好，现在继续带线。好像有点打不起来，上路这个老夫子有点站不住。纳可露露，啊，好像有机会，窝到了，一手惩戒，好，这个人死了。请求集合，我可以把这个蓝让给你啊，他不知道吗，兄弟？还是感觉不到我的爱。这手蓝 buff 他始终不要，怎么办？鬼谷子可以的啊，是的，鬼谷子挺会玩的，每次交闪现就交得很果断。好，我感觉他要单挑单杀别人了，你信不信？对不起。带塔了，带塔，带不带塔我要受不了，这个塔必须拿了，应该拉不到吧。五宗师，这片绿荫，才是最终路。要刷大了呀！乖乖，怎么玩？宗师之力走起来！跑里面吧，不在。帮他把中路给推了呀！啊，你别死了！哇，我差点看到我的队友在我面前人没了，我死不掉。啊，吓到我了，我还是死不掉。你气不气？我，哎，你气不气？是不是？想杀我？开什么玩笑！被我追出事了呀！
吃鸭，早起。啊，我最讨厌刷屏了呀，不要刷屏啊，你刷屏挺影响观看体验的，有什么话说说两三遍可以了呀。别刷屏，你刷屏别人看起来观看体验不好，一个意思。我比较喜欢这个弹幕吐槽的人呢，好吧，有些弹幕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笑的。给他一个蛋，漂亮。Go go， 这就直接赢了呀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老虎啊不是特别难，你最主要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形态转换是怎么来，怎么来玩，好吧。好，它这个哎不行了，它这个手比我们长，比较讨厌。跪求一死啊，我的朋友。哎，是不是到我面前突然紧张了呀，大招没刷出来。走起，谢谢发儿加油的火箭，谢谢。把这个你后面就直接组做这个，做这个碎星锤，好吧。踢球不是为了成为历史上最棒的球衣。不要急，这个真的都很简单，我等下教你，好吧？我现在就可以稍微教一下，就是你这样跳下去，你不如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行，这里这一个教不了。好，这一波打起来了是吧？虎形态，你注意看这波怎么操作？我们先是吧？让我拉过去，拉过去咬一口，跳咬 A A 变形态波啊！买装备吃药波 A 啊！技能波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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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。波波波啊，学会了吗？是不是我每次我的教学都非常是吧，非常简单，让你在这种非常愉快的感觉里面按几个键就懂这个英雄怎么玩，好吧。加油，MVP 理所当然。Let's go。其实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慌？